讲，我不是怕你会跟人家说。我不会啊。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太可怕，我不可以。跟我说啦，不要。你不跟我说的话，我们之间就会有秘密。哦，够了。秘密啊、哦，我们之间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好。哎，我们甚至连……但没有人会知道所有的事。对，但是这么大的秘密，大耶。没有很大啦。那你跟我说啊。你不要这样啊。你不跟我说就是个大秘密哈、啊。我不会说。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什么？不要猜。还是有些东西你想？拜托。还是你知道什么？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拜托。还是你做了犯法的事？还是你做错什么事？还是你只是觉得很尴尬？哦，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不想跟你说。好啦，我跟你说啦。你可以不用跟我说啊。我跟你说。说我一定不会跟人家说。我是这样。你赶快跟我说，不然你下面跟人家说。好，我现在跟你说。不，对，不是吧？我警告过你。但是这个，对，哦，不是吧？真的假的？真的。你怎么可以？我可以啊。那你现在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他的，我喜欢他比你多一点。我会跳窗，我通火，砍掉我自己的手，吃狗屎，杀掉我妈，再吃猫饲料。我只是为了碰他一下，为让他跟我说，为了见他，为让他看我一眼。他2:10出生，我10:02出生。你怎么知道的？我妈说的。10:02。他说刚过了10:00，那就是2分钟啦。不是2分钟，就是2分钟。怎样都好。他2出生，我3出生，你只不过是5。无聊。他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他最喜欢的食物是辣椒。他最喜欢抽大麻。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是睡粉丝。最喜欢的气味呢？玫瑰。乱说。什么？我在问你。哦，你不知道对不对？你继续，你跟我说啊。你跟我说。我不知道啦，你跟我说嘛。好啦，我也不知道，我们来找一下嘛。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两个不知道？没关系，我们会找到的。天哪，居然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在这边。这我已经知道了。啊？是鸡吗？等一下。你找不到。我不行了。你根本没有认真找。我找不到。让我来。不在这边。等一下。就跟你说不在这边嘛。等一下嘛。我就跟你说你找不到嘛。我们一定要找到。哦，我会睡不着哎。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嘛？我睡不着。热牛奶。要。书。现在不想。就这样躺着。深呼吸。我脑袋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耶。我跟你，你睡着了？哈？哦，没有啊。没关系，你睡不着。好，算了，我换个 FB 就好。电视以前有，不过看不到，我们这里讯号不太好。我有带电脑哦。你可能收不到讯号。先不要说这个，但是你这边怎么手机也没有讯号？你要去到城市才有，或者我听说前面那条路，你走2公里，沿着悬崖走下去，站在石头上就可以收到了。我们。可以听一下收音机吗？可以吗？我就跟你说了。我知道。你这边
真的好安静。我啊，很喜欢这里的安静。对了，你可以随时骑单车去买份报纸啊。不用啊，你觉得我会有很多时间吗？对了，你会不会想看一下天气预报啊？我希望你在这样的地方会过得很开心。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对了，你会发现自己感觉到下雨。哎，为什么要知道所有的事？他们在做调查，就会影响政策，用来帮人的。我觉得只是要我接受我不想接受的东西。不是啦，这不是广告。如果是广告的话，我只会说不用了，谢谢。你不用那么生气嘛。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们昨天下午就可以搞定了，但竟然被他熬过了。反正他到最后就一定会说出来。我想我们应该没有加班费。你先在这里抽烟，我进去给他一根烟，然后跟他说你等一下就进来。家禽供应商，那好挤哦。本来会送去农场，但是都一样。无论送去哪里，他们都会在12周后被拔光毛，躺在这里，在超市，在你们的餐桌上。所以你应该没有杀他吧？我有杀他。但就算你不这么做，他们也是会死啊。但他们就不会老的，不会。那你现在有机会喽。对。他们差不多一天大，毛茸茸的黄色，像是复活节的小鸡。小鸡耶！你会在他们身上做实验吗？对，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给小鸡啄东西。我们要给小鸡啄珠子，这些珠子有些是泡过水的，有些是泡过有苦味液体的。那不是毒药吗？不是，他们吃之前会在地上抹一抹嘴巴，然后就没事了。哦。然后我会记录哪一只小鸡啄了哪一种珠子，啄了多少次。接着，我同事会注射含有微量放射性物质的液体到小鸡左右两侧的脑袋里面。不会吧？哦，他们又不会知道。他们不会痛吗？他们又没有说，好痛啊！OK， 但这是为了什么？用来观察他们脑袋里面装的什么吗？对，因为我们注射的液体含有糖分，会被神经细胞吸收。越多糖分被吸收，就越多脑部活动。放射性物质就像扫描追踪器那样，你可以清楚的观察跟看到糖分在脑袋的哪里。这个概念是不是要找不一样的地方？我希望你们会看见那是有差别的。我们会再给小鸡啄一只珠子，你会发现那些啄过泡水珠子的小鸡会回来继续啄，而那些啄过有苦味液体就不会回来啄，就不会回来啄了。好惊人啊！对呀、啊，但这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要找到的是
脑袋里的变化，对，脑袋里的变化会对应到记忆。要这么做，你需要？我需要左手握住小鸡，用大剪刀把它的头剪开。我把身体丢进篮子里，我抓着头剥开皮肤，切开头盖骨，你就会看见脑袋。看到脑袋。我把脑袋放进一碗冰里，我同时会取一些微型样本放进试管，立刻冷冻。接着，我会去看另外一只小鸡的脑袋。这就是我做的事情。然后你分析，它有大量增加，所以可以测量到。不只是增加，而是如果你切开，切开脑袋，把冷冻过的脑袋切成薄片，做成图片，变成投影片。会看到，你会清楚的看到，取决于它有多黑啦。啊，当然你可以把样本改成别的颜色，那看起来会比较好看。比较好看没有错，也会看得比较清楚。虽然资料都是一样的，就是学习的部分发生在左脑。对，你可以看得到。哦，你也可以用银眼把它染色，你就可以开始数神经细胞上面多了多少新的字。对。细细的那一条啊，因为是放大倍率的，所以一片指甲的大小会等于250破。好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记忆，对，你可以看到真实的改变。看小鸡从珠子里面学到了什么？有个印象派画家的展览哦。我们可以去外面走走，这边很漂亮。无理数 irrational number 是真的吗？你怎么看？我觉得是真的。但你可以用它来数橘子吗？不不不，你不能从表面上去看。我是越想越奇怪。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做什么？叫做 Hipparchus 人，他发现了正方形的对角线是一个算不出来的数字。于是呢，他去问他的老师彼得格拉斯。那彼得格拉斯怎么说呢？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就把他给溺死了。这样的什么事呢？无法算出橘子的数字。哦，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他溺死。如果他知道没有人能够接受的话，或许他应该闭嘴。你会这样做吗？我不晓得应不应该让你知道什么，但我跟你比跟他好。什么事？你怎么看？知道多一件事还是不要知道会比较好？让事情好像本来想那样下去好一点，还是得看事情本身。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他可能会改变全部的事情，你想这样吗？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是在干预你的生活，还是我作为朋友应该做的事呢？你知道你现在一定要跟我说啊。但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说，我不应该说这种事，因为你可能不想听到你先生的坏话。但我真的常常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昨天晚上下班我跟他去酒吧，结果你先生又来，没多久他们就一起离开了。这很难不去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哎，好吧，可能我乱想，我不应该印这些想法给你。你可能根本什么也没有，对吧？亲爱的，我应该什么都不要说，但我都跟你说了。
他们有外遇。真的？你知道？你早就知道？我知道一阵子了。多久？三年。你这样 OK？ 嗯 ，OK 的。但也谢谢你。趁妈咪刚出去。干嘛？姐姐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好啊。你要看着我啊。我有在听啊。我要感觉到你真的有在听。我可以专心听，同时做其他事。我又不是植物人，我可以专心听，同时做其他事。我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做很多事，还可以打电动。你现在是到底要不要听？我有在听啦。干！你要讲很久是不是？好，你就都不要听。我只不过想要跟你说哦，其实呢，妈咪不是你妈，我才是你妈。妈咪是你的外婆。好，你听到了吗？你不应该用音量解雇我！你不可以冲进来大叫！我只是想说要面对面。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好忙哦，可不可以？不要，你看着我的眼睛，然后跟我说你被 fire。这很多余。对着我说，你被 fire。讲啊！你不敢讲，不然你跟我助理预约。讲！你被 fire。讲啊！喂，你给我站住！喂，妈妈知道你跟我说吗？我刚才决定的。那要跟她说你已经跟我说了吗？不知道，你觉得呢？为什么她之前不跟我讲？她是不是不想让我知道？会没事的。这不关我的事，她不可以怪我。会没事的，我会跟她说是我跟你说，是因为我。你那时候几岁？哦天哪，你那时候才13岁耶！13岁，对，天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嘛？总好过没有出生吧。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你会生下来。我爸是谁？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在一起，他去了别的学校，大概12岁吧。但我不觉得你像我妈，我不喜欢我没有姐姐。你希望我觉得你不一样吗？我只是不想要有件事情我永远不能讲啊。我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像以前一样。那所以我们不跟妈说了。我们一定要讲吗？这样你会有件事情永远都不能讲哦。我胃好痛。你就让他疯掉吧。疯了好，他能叫你发疯一样。我会叫他不要烦你，因为我才是你妈。我不要烦，不行啊。哎，阿姨，我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知道。你有想过我跟小孩吗？这样做应该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改名换姓，搬去别的地方住啊。我没有这样讲。然后你变成被保护证人，对不对？